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吧？这可是我今天刚买的杯子。你放心，我马上赔给你。什么型号？多少钱？你发给我，可以吗？我现在有急事。好吧。我太聪明了。终于要到他微信了，天哪，为什么这么贵？这下完了。喂喂，那个杯子的钱我能不能过几天再？你演技糟透了啊！我早就看到了，我就知道你会碰坏我的杯子。你对着杯子傻笑的样子太明显了，好吗？啊，好丢人啊！我根本没想让你赔啊。嗯，那看到你朋友圈说想看电影，那就请我看场电影吧。人生如戏啊，豚骨拉面。这里是你家吗？能不能有点素质？不好意思。你干什么？这可是限量款，坏了赔得起吗？真不好意思，我……你故意的吧？那边有位置怎么不坐？你才是故意的吧？该吃你家饭了，这里是你家吗？你坐这儿。我可不想某些人酸言酸语。谢谢。一起走吗？好啊。嗯。是心动啊。高啊，厉害！为了姐妹的幸福，这点牺牲算。这些都帮我装起来吧。好，25块，谢谢。对了，我有个餐厅，每天都需要很多土豆，以后你就给我供货吧。没问题。这里是5000，我预定一个月的。好，好。老婆，你别急，宝宝手术的钱我会尽快的。有能力帮他们。